Hello，大家晚安。哎，好喘哦，刚从厕所跑过来。好，那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，我叫小言台，小小的小，语言的言，台东的台。对，那会叫小言台是因为我的名字最后一个字是言台，言台一。对，然后就是还蛮多朋友不会念的，所以我就干脆把它分开来，大家比较方便。对，那我是来自台东，卑南族大坝六九部落的卑南族。对，然后大坝六九大家有去过吗？没有去过，那下次，哎，是台东，不是台东人吧？哪边人？台北人。啊、哦，真的吗？对，台北还是蛮多原住民的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可以下一次就到我们那个大坝六九那边走走看看，蛮漂亮的。对，哎，我现在有点喘，因为刚刚一个全力冲刺从厕所冲回来。然后，我今天会带来一些歌曲，那主要都是我比较喜欢的歌曲，就是。都不是我写的啦，别人写的，我很喜欢的歌曲。对，那因为我之前也在莲花村上班，然后就不小心被他们发现我会唱歌，然后就被叫到台上表演。对，那如果说大家有喜欢的话，就是待会可以到好店买一个东西支持我。嗯，对，那我先介绍一下我今天的那个伴奏。他是现在的好店店员。大家好，我是，他刚刚说是太阳部落，然后我是也是卑南族，然后我是南网部落，然后等一下下一个表演者是剑河部落。嗯，对，今天是卑南族，今天是卑南族的场，就是卑南族有10个部落，然后今天有3个部落这样子，然后我叫小，我叫小喜如故，哦叫小喜如故是我的族语名字，对，然后今天就是一个。对，什么对？没有，他是我的国中、高中学姐，然后我们就一直关系很好，一直到现在，所以，两个人都在台东，就是找自己这样子，就是大学毕业然后找自己。对，我们还在找自己当中。对，那今天，我有选了一些比较特别的歌，像待会第一首我要唱的是一首主语歌，那首歌曲是。有收录在大坝六九传统传唱歌谣专辑里面，对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去成品都买得到。对，里面很多很好听的我们部落的歌曲。对，第一首歌叫做《姐妹亲爱歌》。
后你们想要知道内容在讲什么吗？他就是在教自己的那个姐妹淘，就是玩耍的时候唱的歌曲。那前面就是有一些就很像日文又不像日文的东西，那其实就是在嬉戏的时候发出的声音。对，那这是传唱歌曲啊，所以每次唱都会有点不一样，都是有一点自己的那个，就是想加的歌词啊，什么都加进去。对，那后面有一段就是大家来一起唱歌，漂亮的女孩们。对，那如果说你喜欢这首歌的话，可以去搜寻，学起来还蛮好听的，对吧？对。